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假日科学广场。然后就是跟以往一样，每一次开场前我们都要谢谢这个最重要的两个单位，一个是国科会科教处，另外一个是我们中央大学。那因为有这两个单位的经费补助哦，我们才可以在每个礼拜六下午办这么优质的活动。小朋友先不要吵架。好。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讲师是曾秋云老师。老师其实是我们的好朋友，然后老朋友。那之前在假日科学广场听过我们曾秋云老师上课的大小朋友，可不可以先举个手？第一场，他是有还是没有？好，没关系，就是所以今天就是都是新知，没有旧语嘛。曾老师上课非常精彩。那今天的题目是用雨伞套玩科学。那我通常介绍讲师哦，不是这么喜欢介绍这一大堆的经历啊、专长什么，因为这个要靠大家去体会。一个人的实力其实是不在乎他有多少的这个头衔，而是大家参加完今天的这个活动之后各自的感受。那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个预言哦，这个预言是这样的：参加完今天的活动之后，我猜各位朋友，不管是大小朋友，你们应该会改掉两个刻板印象。第一个刻板印象是，你以前可能会觉得雨伞套，这雨伞套是就是我们那个滴水有没有不让水滴下来这个雨伞套。第一个，你会改变你对雨伞套的刻板印象，你觉得这个东西这么便宜，然后这么简单，能做什么？好，我猜你会改变这个刻板印象。第二个刻板印象是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哇，原来女生也这么有科学头脑跟创意。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哎呀，女生就是对科学比较不在行。其实没有哦，你们待会就会知道，这么简单的一个雨伞套，竟然可以玩出这么多的游戏，而且每一个游戏里面都有科学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曾秋云老师。好，大家午安。好，我们朱教授啊，很客气啊，说我那个很厉害，没有很厉害，我只是喜欢玩，我不喜欢把科学变成一个学问，我喜欢把它变成一个玩具。好，这小朋友看过这个东西没有？看过。看过啊，你们教时钟的时候都用过，对不对？它可以怎么玩？它可以把它变成发电机。好，这是题外的，今天没有要上这个，改天再上，改天有机会让你们玩哦。好，再来这个，这是什么？遥遥发电。这是什么？针筒。针筒，对不对？小朋友最怕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它可以做什么？打水枪不是？哎，它已经不再是它原来的用途了。灯亮了表示电来了，对不对？发电有没有很简单？有。刚刚我们有时钟发电哦，就是手发电。还可以做什么？拖地板的时候发电。哎，这个爸爸妈妈都认识，这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好。哎，要不要站在上？因为站着这么太高了，角度。这个是，还是我们来请那个壮丁来？好，各位小朋友，我去参加能源局办的活动，办活动这个参展的时候，来宾最喜欢问的就是，这要去哪里买？因为如果一边洗拖把，一边还可以亮晶晶的亮灯，小朋友就很喜欢，对不对？好。以后可以自己在家里面装，怎么装？以后再告诉你。好，这只是有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喉咙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含着喉糖，恭维科林看不清楚，讲话不太清楚，没关系哦。来，现在请组长把这个，我会设置这个教具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学校有爱心雨伞。爱心雨伞每次爱心出去了就是坏心回来，这个就坏了一大堆，我就觉得很可惜。我奉行的宗旨是，
这世界上没有垃圾，什么都可以来玩科学。所以呢，我就丢满地一大箱的这个提水桶、雨伞套，我不希望它变成垃圾，资源回收，资源回收一公斤两三块钱，这个我没有办法直接看着它被丢了，所以我就要玩，先把它拉开。好，爸爸妈妈帮忙看一下哦，有没有没拉开的？如果你没有给拉开的话，结束会不对。这个白色这一节是零，接下来一二三四到十二，到最后十二，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有没有拉开哦？因为你等一下如果数错了，等一下你会用错节哦。好，组长请发这个小吹鼓，好，数好了吗？好，等一下我们会有比赛哦，要加油喽！来，现在零一二三折掉，零一二三折掉。好，回家把你坏掉的雨伞套也拿来玩，很好玩的哦。好吗？好，零一二三收起来，放桌上。好了吗？折，如果错了请组长帮你装回去。来，请将四号放桌上，四号放桌上，用折的，不要用拔的，拔的比较吃力。五号，注意听喽，四号放桌上，五号跟一二三放一起，五号跟一二三放一起。好，六号跟四号放在一起。回调，回调。也就是我们只要四号跟六号，剩下的收起来。我只要四号跟六号。啊，我交错了啦，因为我还有其他的。倒正地，把四五六装回去。没关系，练习一下手工艺。请把四五六装回去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活动还没有教。不会装的，请找组长或找老师。我乐意帮你做。好，稍微捏一下，那就装回去了哦。好吗？来。只有装四五六回去，零一二三放旁边。我刚猜的太快乐了，结果呢一不小心跳太前面了。好了吗？有问题的请举手，请组长解决。好，接下来来过来，装不回去的，会的教不会的，好了吗？好，现在因为很吵，所以我要点兵点将。第一组喊右，第一组，第二，没精神不加分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第六，第七，第八，第九，第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很好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哦。要有精神而有秩序。问一下你们那一组，除了零一二三都已经一串的请举个手，你们那一组都完成
掉几个手？第二组还没完啊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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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组组长要不要帮忙关？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哎，这也是练习哦。家里雨伞坏号坏掉了，你还是要会修理啊，要不然全部伞开你也没办法玩。我们马上就要做第一个科学玩具啦，请把小吹鼓，不管什么色，袋子拆开，袋子不要丢，等一下有用。袋子不要丢掉，等一下有用。小吹鼓拿出来，装在雨伞套上面，然后吹吹看。没了吗？没有不同的意见吗？
没了。好，来，请说。好，将吹口盖住一半，哎，吹纸底的都知道，盖住一半跟整个开放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好，第九组，哇，四分咯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来，请说。好，气球膜如果有裂缝或者掀起来，只要没有密合就没声音，对不对？哦，第三组终于有分数了。来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？没了吗？没了吗？好，他说这个除了气球膜以外还可以换别的，所以我刚刚跟你说那个塑胶袋不要丢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会玩。很好，他有很好合理的假设。当一个科学人，你要很会假设，然后我们要去验证它。好，做实验来验证它。来，现在呢，我对于有一个人说的拉得越长音调越高有点质疑，是越低，越低有点质疑，有没有不一样的？来，请试试看，请试试看，慢慢一节一节啦，一节一节啦。你的刚刚说的拉越长越低是对的，有没有？你的雨伞套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分过不一样，所以我必须要解释，有没有？来，请吹吹看。橡皮如果把它拉比较高，嗯，用力它会比较高。我是说，如果一样的状态下，越拉是不是越低？没有，有没有你的不一样？有，我碰过。什么时候？在自己做薄膜的时候，自己做薄膜的时候会发生。如果你回去会发生这种现象，你要会跟你的小朋友解释，为什么呢？他的音调非常低，然后越拉越低，越拉越低，到某一节的时候没声音了，耳朵听不到了，你就会不由自主的用力，然后他的声音会突然到这里拔高。如果你发现这个现象，你要会解释，他爸人家说啊，我们物理老师跟我们说这样子越拉越长就会越来越低，那是正确的啊，为什么我会不一样？那你要会解释，因为你的薄膜装的比较厚或比较松，它应该低，你低到某一个长度的时候，你再也听不到，你就会脑补帮他用力一吹，那个音调又拔高起来。好，如果等一下会发生的话，真是因为你们都没有发生，所以我必须要讲这个事情。好，如果有的话，当然给示范比较好，因为我们现在买的是现成的，要出现这个现象比较不容易。来，现在呢，请拿下来。好，来。这个是小吹鼓，我要问哦。第二题问题，请问你的小吹鼓如何改变它的音调？有什么办法？开始，小德。橡皮拉紧放松。十一，很好，来。好，手指头伸进去，这个共振头，自己试试看。来，第九，还有来，还有没有别的不同方法？想想，换材质。好，
薄膜换上不同的材质。改变这个洞的大小。好，改变洞的大小，跟这位小朋友说的一样，他手指头伸进伸出。好，第六，加油，再来呢？没了吗？没了吗？只有这几张？好，大力吹，小力吹，会不会改变？试看。大力吹，小力吹，会不会改变？有人不太赞成，来，你赞同用力吹不用力吹会改变音调的举手，你不赞成的举手。啊，剩下的你刚刚试了半天不知道结果到底赞成不赞成，你听不出来，太多人吹了，回家去玩，太多人吹了你听不出来。好，我不喜欢告诉你答案，因为你自己吹就可以知道答案的话，我就不告诉你答案了。除非你必须要告诉你答案的，我才讲。好，来，继续，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改变掉？压哪里？压压气球膜，刚刚有人说过了。等一下啊，讲别人讲过了，倒扣，表示你没有认真听别人说话。来，请说。好，拍哪里？好。拍着管子会改变音调，哎，这是他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想。来，第十，好，用拉的，用跟摸的，好了，算你对，六。人家说他是说用拉的，我是要用摸的，好，都一样啊。还有呢？改变薄膜的松紧，还有没有？很好，来，刚刚我们说，哎，请说，啊？多打？哪里打洞？打在哪里？好，他认为在外管上面打洞会改变音调，这是他的想法，很好。我很鼓励小朋友做假设推论，至于能不能成功？不管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先学会第五，来，请说。哦，很好，这个小妹妹，来听一下。这个小妹妹她很有创意，她认为我用手加长她的管子长度会改变音调，有没有创意？有，加两分。很有创意的点子，对不对？哎，各位大人，你要学学小朋友的创意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来，请说第二组，终于有人讲话了。好，盖住，我们现在在玩这个呢。盖住，刚刚有人说了。好，盖住，一听别人说话哦。来，这次不倒扣，现在倒扣，因为你没有分数可以倒扣。啊，有了，有了。来，请说。用手指头摸着中间，嘿，摸着气球膜，用手指头摸着气球膜啊，跟刚刚他那个按住摸一摸一样嘞，不可以哦。好，来继续。把吹的孔变大会改变音调吗？不知道，可是有讲就有分，五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拆一支吸管，好，拆一支吸管，像我这样子来吹，有没有办法改变呢？不知道。我鼓励你去做创新思考。如果各位家长要培养小朋友的创意思考能力，就不要先生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没有用啦，就不要试了，绝对不会成功的。那你的孩子永远没有创意了，他只要说了出来就是创意。好，来，请说。剪短，把它剪掉。
我建议你不要剪，因为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不行。来，好，把它缩短，很好，把这个长度缩短。还有没有？加水下去，哎，有创意。加两分。好，把这个薄膜再加一层胶带，会改变，很好。九，哎，很好哦，先。哦，开始。哦，第九组好厉害哦，能人辈出。来，还有吗？很好。注意，声音这个单元最适合教小朋友做发散思考，它有非常多的变音可以改变。好，最简单的是刚刚这块垃圾，我说不要丢，对不对？请把它换上新衣。不用剪，不用剪，直接绷紧，直接绷紧，扣上盖子，然后吹吹看。哦，有人成功了，绷紧哦，没有绷紧是不会震动的哦。声音的非常重要的条件是震动哦，有没有成功的？我们现在换材质哦，刚刚有很多人提出来换材质，那我们就换材质给你看哦。有，很好，成功了。请把气球变一个啊！刚刚我们说换材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来再换一种。那个塑胶膜对有些人来讲好困难哦。那我们来把这个气球的，来，我画一个图哦，请看哦。请在最胖的地方、最宽的地方往下剪一刀。弄出游泳帽形状，最宽的地方再往下一点点，做出一个游泳帽形状，剪下来扣上去，剪下来扣上去，在最宽的地方，气球发了没？找小组长。好，桌上有剪刀，最胖的地方再往下一点点，剪下来就是一个游泳帽的形状。好，大约就好了，大约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把我们的塑胶袋换下来，换成气球。好，吹吹看。哦，有声音哦，不可以呼出来哦，就跟大鼓一样，大鼓如果表面做巴巴，那是敲不出什么好听声音的哦。我们要把它绷紧，扣上去，然后吹吹看。好，你要很好，念在你老实承认的份上，不扣分。来，这个是市面上买的小吹鼓，市面上很容易买得到，我们不用，自己做一个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研究它是长什么样子哦。来，我们把它拆开来解体。自己做有没有困难？没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来，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小吹鼓。来，这个小吹鼓有没有一个外筒，一个内筒？外一圈，内一圈，有没有？好，再看哦，侧面有没有一个吹的洞？好，一端被封起来，有没有？
有没有？另外一端开放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自己做用什么做？用水管。用水管做，很好，我没有买水管呢。用什么做？用吸管做。我没有发吸管呢。啊，雨伞套，那以后要我叫你才可以讲话哦，老板不加分哦。好，第六组。好，我们现在手头上有什么东西？雨伞套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用这个。好，我们刚刚一二三拿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刚刚讲错的就是这个步骤，因为我忘记了。来，首先四号放桌上。对，四号放桌上。五号跟一二三放一起。五号跟一二三放一起。好，六号跟四号放一起。剩下的收起来。桌上有四号跟六号，对不对？桌上有四号、六号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比照一下。来，四号跟六号，跟这个小锥骨，要如何改造？如何改造？如何把它改成小锥骨？雨伞套改成小锥骨，请提出建议。哎，不知道吗？来，请说。第一组，抓一个洞在大的还小的那里，大的那里装个洞，有没有同意？有同意我们做哦，不同意我们就不做哦。有没有同意？有，我们有同意，我们等一下就跟着做哦。大的要抓一个洞，很好。那大的抓一个洞了，然后要做什么？把一边封起来。好，把它套进去，一边封起来，一边不封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简单？有没有很简单？有，是不是？如果一边封起来，一边不封起来，就跟我们的小水果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六，哦，第六好过分呢。第九组要加油了，可以追上了。好，来。等一下，队服小组长会发这个尖头的剪刀。还没有发之前，我先讲一下，各位爸爸妈妈，请照顾好你的小孩子，不要受伤。他很尖，很利。好，怎么拿呢？虎口朝上，剪刀尖朝上，握住剪刀尖，只露一点点，剩下的把它握住。这样子是戳动的话，不会有危险。如果你让小朋友这样子戳动，我会怕。你一定要看好小朋友哦。来，捏住剪刀尖，在大的那个六号那里正中央弄一个洞，多大洞？就跟你刚刚吹的那个洞一样就好了。大一点无所谓，小一点也无所谓，只要能吹。好，现在请在中间弄个洞。这个洞完成之后，交给组长检查，然后组长会帮你封住四号跟六号连在一起。开始，组长要封住之前先检查，然后呢，最好各位能够用签字笔在六号写上名字，因为粘上热熔胶没办法马上发。六号先写上名字，免得等一下呢。啊，你都剪得很难看，结果去把人家领回来最漂亮的那个回来，这样子就没良心喽。这个刚刚剪下来的小气球不要丢，我说过我的眼睛里没有垃圾。来，嘴边推，然后左右像在扯你的嘴巴一样拉你的气球。好，丢之前你要考虑一下，你要不要把它当干垃圾？我的眼睛里面没有垃圾。来，现在剪个洞，然后找组长帮你粘热熔胶。
粘好之后不要拿回来，因为它还热的，我怕你拿回来的时候它变形了。如果你剪一个洞有困难，请找组长教你，先戳一个小洞，然后再慢慢剪大。先戳一个小洞，再慢慢剪大，不要用转的哦，用剪的。啊，协助，用剪的，不要用转的。用转的会因为内管外管太近，你用转的，然后会造成堵塞，你的气会过不去。待会儿我们自己做的小吹鼓装上去，变成伸缩喇叭。我们要来一个才艺比赛，才艺比赛获得一二三名，有这个很漂亮的手机吊饰，这个手机吊饰是一个声音的玩具。好，由于我这个是要送人，不能吹，我去拿我自己的。好，这是一个手机吊饰，它可以吹哨子。至于怎么吹，今天不太想吹东西，因为喉咙不太舒服。好，直接这样子变成一个小小迷你陶笛，迷你陶笛，它是一个闭孔乐器。好，然后它画得很漂亮哦，由作者曾秋云所画，很漂亮啊，一只熊熊加花花，很漂亮的手机吊饰。这个呢，我没有带很多个，所以等一下呢，等一下吹哪一首我都无所谓，可是我建议吹的是最简单的河水或者小蜜蜂。河水的谱我不会写，来，我来把小蜜蜂的谱写在这一版哦。那你们赶快做咯，赶快做咯，等一下我们要来演奏比赛。嗦咪咪发瑞瑞，哆来咪发嗦嗦嗦，你好生气，嗦咪咪发瑞瑞，哆咪嗦嗦哆，哆咪嗦嗦嗦哆，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我有没有写错？哎，太拍谁啊？我们以前国小的时候，音乐老师都没有教谱，所以我对谱也不太认真。写这个自己做的，套上刚刚我们用的那个气球膜啊，再放一个好了，不要小气。哎，麻烦有谁有空的帮忙，在每一组再多发。一人再多加放一个，刚刚那个扣上就扣上，不要丢。好，扣上去之后，就有自己做的伸缩喇叭，再也不是去买现成的喽。我们自己做一个，然后呢，请你吹小蜜蜂，要吹另外一首的，请自便。对，好，这个呢，装上去。装上去，再用胶带稍微加强固定一下。哇，不好意思哎。好，请你找出哆、瑞、咪、发。五个音各要什么样的长度？嗦，嗦是要短还是长？很好，哆要短还是长？第一组好乖，都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嗦咪咪发瑞瑞，哆瑞咪发嗦嗦嗦。
哆咪嗦嗦哆，我们只吹这四小节而已哦。八小节，对，来，加油，赶快做。如果你对做法有问题，可以来前面看范本。老师给你们拨了一个是吸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是公用的，我只要换人，只要换吸管就行了。这是给别人吹的，你们自己吹的不需要加吸管。也没问题，只要他们中间有缝隙，只要中间有缝隙，让气流在里面，气流在里面跑。好，我们讲到声音的振动，讲一下原理哦。为什么这个小吹鼓会吹出这么大的声音？关键在于薄膜。薄膜，好，在这里我们套上一个气球膜，这边堵起来，对不对？小朋友听哦，我们除了玩科学，还要知道科学，可是玩完了就忘记了。好，那这个往里面吹气的时候会造成什么现象？有没有办法往这里跑掉？是不是往这里才有路？因为气球膜比热熔胶来讲，它比较容易弹开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办法一吹就把那个热熔胶给吹走了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气流跑来跑去，最后只能说往外把气球膜给往外顶开。本来平平的被你一吹，鼓出来像青蛙的大嘴巴一样鼓出来。然后呢，鼓出来就因为绕风了、泄气了，所以它又弹回去，对不对？气球膜是有弹性的，所以泄气又弹回来。然后你继续吹，又鼓出来，泄气又弹回来。你继续吹，又鼓出来，泄气又弹回来。这叫做怼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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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怼，叫什么？振动。声音构成的重要因素就是。震动，不管是不要吓到哦，拍它，是不是震动？拍它，有一点点小小的声音，没有这种，有没有？好，不管是什么声音，弹吉他的弦，二胡拉那个，大鼓咚咚咚咚咚，都是需要。震动，那我们刚刚吹出大声音就是
往外把气球膜顶开，弹回顶开弹回的震动，震动要很大声，需要什么？需要什么？大声高。我是说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来。好，我们有气流，有了，好了，算你对了，六六，好，好，接下回来了，好。吉他如果只有那条线，会不会大声？小提琴如果没有那个大肚子，会不会有声音？没。鼓如果没有那个鼓声，会不会有大声音？没。不会。那。我们的大声功如果只是拿起气球这样子，会不会很大声？不会。那刚刚我们吹起来很大声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有音箱。有音箱。好，有音箱。第十二，哦，九。哎，你十二，你跟着后北话，这样子不行啊。来，那我们的音箱里头，音箱在哪里？换个讲喽。来，你说在哪里？比给我们看。好，整个都是我们的音箱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没有这样子，有没有音箱？有。那这个音箱又在哪里呢？哪里？来，往哪数？一、二、三，哪一个？二、三，表决。二的举手，三的举手。这次要赞成三吗？二吗？三啊！来，所以刚刚错。你对，第六，第九组答对啊！然后我刚刚还没有讲，对不对？第六，好。我们在这里面气流在这里塞爆，紧收紧收，它并没有共振效果，而是在哪里？在三号这个，也就是这里，这个洞洞里面。共振造成比较大的声音，可是还是不够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再把它给加上更大的，这样子，加上更大的，把它变得更大更长，好不好？你决定。这种雨伞套也有人家里的雨伞特别大，对不对？回家做做看，有没有不一样？我告诉你。来，我们就要试试看了。来，现在我们的音乐赛开始。第一组有没有选手？来，麻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一十二选手排起来。一二三四五六排这边。一二三四五六左选手排这边。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排这边。好，每人制，每组只有一个选手的机会哦。来，第一组选手请上台。各位组长，请拿纸笔来当评审。第二位组长拿纸笔当评审。那看看人家给你几分。看到请在中间，摄影师预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组长都拿纸笔了没？等一下打分数啊，这第一组。组长，请打分数啊。好，加油！
时候是哪里的问题？他的薄膜，他的薄膜的问题。那至于要怎样，自己想。来来，问选手，还是很厉害的，我听得出来，走人了，快上车了。来，他的薄膜绷的可能再紧一点比较好。来来，第六组换上，临场换将。大家都同一个人崩的气球膜。
好，这两个情形都导致于音调会错乱。好，来第，好第十，好了，你第十组啊，想半天，来第十组选手。好啦，好啦，爸爸妈妈决定请他回家再表演喽。
来把分数登记在这里，然后我们继续下一个活动哦。好，这个我要讲一下的，就是我这个暑假在远泽的视障班，全部都视障小朋友，有一个小朋友很厉害，所以我们说视障小是视障的同胞，为什么他们的音乐才能那么高，我才第一次体验到，他拿到这个乐器做好之后，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接受点歌了，而且都没有延迟，好厉害哟、哦！非常的敬佩，各位回去加油，努力练到可以点歌。来，我们这个雨伞套，我说过我手里没有垃圾，所以我们要继续玩哦。现在请那个帮忙发，组长现在正在忙，帮忙发我们的这个东东。这个东东你认识吗？去过科博馆的、科教馆的都知道，这是 3D 眼镜。好，拿到 3D 眼镜，请把它剪成两半。好，如果你想要多拿一些回去，老师今天多带很多。各位爸爸妈妈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去科博馆就从他们的垃圾桶那里整袋拎走，没关系，我都这么做，整袋把它拎走没关系，他们回收之后还是一样送人，我每次都跟他们志工要个那个3000-5000个，来，眼镜两半，然后呢，请你抽出胶带一节，随便长度。随便长度，大约这么长。好，胶带大约这么长。然后呢，把它给揉，揉成松松的一团，松松的就好了。然后贴在眼镜上，松松的一团贴在眼镜上，随便哪一面，随便揉，随便贴，后果无所谓。不要太厚了，太厚的话光线过不去。随便揉，随便贴。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小朋友特地跑来问我，老师什么叫随便？对。我很不负责任讲，我常常叫小朋友随便。太过严谨的规矩会让小朋友没有创意，所以我常常讲随便。所以那个小朋友大概老师都很严谨，就来问我什么叫随便。来，好了吗？接下来把你的另一个镜片盖上去，盖了没？随便盖，来，垂直或平行都好。好了没？现在请对着灯光看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有没有看到彩色？有，好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停，好，我现在要第五组扣分，不对，第三组拍谁啊？扣错人了。第三组，别哭，好来，因为有点乱，所以我想讲完再做哦。这个跟我们的雨伞套怎么结合呢？我讲完再做，要不然我好乱，都没有在听我说话。对着灯光，你会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各种颜色，对不对？还有透明，还有黑色，对不对？没有黑色的话，你等一下就有了。来，现在注意看哦。请你盯着某一个地方的绿色看着啦，有没有绿色？没有绿色，重新揉一遍。好了，好，现在把你的平行变垂直，两片镜片平行镜片垂直，告诉我绿色的部分变成什么色？绿色变绿色，绿色变紫色，是吗？蓝色，不要乱猜，来。
变红色，红色，没关系，再来一遍哦。现在请盯着，盯着黑色的地方。好，再把它变平行，黑色变白色，黑色变白色，再来喽，请盯着黄，蓝色的地方，找一个纯粹的蓝，纯粹的蓝，好，变垂直，蓝色变黄色，好，现在开始找，什么色会变成什么色？来，自己找。各位组长来登记。来，家长教一下小朋友，什么色会变什么色？指着他教教他。小朋友对颜色的形容有点不太清楚。仔细看一下，颜色的变化非常的好玩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这还没完，停哦，那跟我们雨伞套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这样子举既不好看又手酸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来，请拿出你的两节，2312随便你，2312随便你。然后呢，既然刚刚我们手酸了，那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，就把我们那一块胶带撕下来，贴在小的那一个里面，塞在小的那个里面。好，你知道我的用，知道我的用意了吗？不知道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把这个眼镜左一个，右一个。这个万花筒的正面贴一个，背面贴一个就完了，你就可以用万花筒的方法转转看。刚刚我们都是90度转，对不对？万花筒就是随便你要转几度就转几度。来，剪一块方块哦，你剪圆圈，小朋友最常做的就是剪着它就没了，所以剪一块方块。然后呢，贴在其中一边，跨左跨到右，贴下来。好，直接胶带跨上去，没关系，胶带是透明的，不会影响。然后再把多余的修一修。好，再把另外一边做好，你就有一个，独特的万花筒了哦。我们的成绩已经出来了哦，有人紧张吗？好，如果你想要多一点的立体眼镜，又懒得跑到台中那边纸箱子里面，下课后你可以去领。好，先把它给贴好了之后，再去修掉旁边多余的，然后你转转看，是不是真的是万花筒？好，万花筒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你对着光看，亮亮的地方看，然后转着，颜色会有变化。你注意看，在几度的时候发生什么变化？几度的时候发生变化？
因为我们是调节灯光比较不好看，人家如果有灯泡都对着灯泡会比较好观察。好，前提是你揉的那个胶带不要太厚，太厚的话光喷过去会暗暗的不好看。好，如果你想看范本在前面，可以自己过来看。第二名有两个，好，一二二，十，十二一，第十名，第十名，十五第一名，然后十二个名次掉了。好，来前面看一下范本，你的胶带怎么样走，关系到你的结果会呈现什么颜色。所以你可以多做几种，没关系。来，荧幕上面看着，荧幕上面是我们的范本。荧幕上是我们的范本特写，很简单，就是两节，中间有胶带，两头有偏振片。好，那个眼镜叫做偏振片，偏振派的片又买的很贵，一片几百块，要不管连级，连级才是我要的。好，对着光看，最好对着点光源啊。我们这个长条形的灯管看起来怪怪的。好，好啦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陀螺要做呢，还记不记得我们要把它用到没有垃圾，所以我们还有很多要做呢，来得及吗？曾经有一个小朋友问我说，老师哪里有变化，我看来看去都是彩色。哎，那说的没有错，看来看去都是彩色没有错，可是是不同颜色的彩色，请你观察不同颜色的变化。哎呦，什么事？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这个自动卷线陀螺，这是一个光碟陀螺，它是会自动卷线的哦。我打完陀螺之后，线有没有自动卷回去了？有，这是自动卷线陀螺，没关系，你等一下都可以做，你等一下就可以自己做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是这个陀螺。好，现在请把光碟泡棉绳子竹签。好，桌上垃圾麻烦收一下，各位家长桌上都有垃圾桶，稍微收一下，免得等一下小零件你不见得都找不到。有用的想想看还有没有用，如果你觉得它有用，它就是资源，你觉得它没用，它就是垃圾。你觉得有用的就收起来，没有用的就大垃圾桶。来颁奖喽！来来来来，由我们朱庆琦教授帮我们颁奖，第一名第十组选手，请上台。不要一直熊熊，他喜欢有熊熊的，要不要？好，来拍照。来，接下来二三名，那个第二名同班的十二跟一号，十二组第一组选手，请上台。
好的喽。有兔子跟熊熊，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兔子啊、哦？来来，将兔子颁给小朋友。来，熊熊熊，没有兔子了。我今天兔年，我才画了两只兔子，没了。来，跟老师拍照。来来来，来来。这一张，这一张，好，还有奖品可以送哦。现在都放好奖，放好材料了吗？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将，注意哦，这个是最困难的地方，把大大块的泡棉箱塞进去光碟小小的洞，不可以把光碟弄破。像穿穿仔裙一样，一点点一点点的挤进去，一点点一点点的挤进来，从侧面开始慢慢挤进去。有困难的可以找老师、找组长帮忙，加油！啊，不要把光碟弄破哦。慢慢挤挤进来，然后把它摆正，摆正插进去竹签。就变成一个陀螺了。来，塞进去，不要怪我给你太大块的泡棉，因为太小块的话塞不紧，太小块塞不紧。你真的太困难的话，你可以把其中一边把它给剪小一点点，加油。不管你使用任何手段，只要能塞进去，它就是对的。然后这样又能够插进去一根竹签，它就是一个陀螺。光碟陀螺，加油！竹签穿进去，如果竹签是歪的，请调泡棉，不要把竹签左拉右拉，动会变大。歪的话调泡棉，不要调竹签。光碟要摆正，它才会转得好。好，还需要帮忙的来找老师。都可以，你一片两片无所谓。有组长发两片，有组长发一片的，随便的。两片立着，比较大，两片。哦，你穿竹签都要我帮忙哦，这么尖，穿进去应该很简单啊。进去喽，来，来来啊，来，哦，好，做好了，转转看，你用什么方法转陀螺，不会转得久又稳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再回答哎。如果有时间，我会公布目的，可是因为我们时间剩十分钟，所以要赶快喽。好。还记得我们的五号吗？我们要把它给好，先听你慢一点没关系，慢一点没关系，我怕你学不完。好，我们把五号的上下各剪一个洞，不要用转的，用转的容易卡线。剪两个洞，这两个洞要比我们的竹签大，比竹签胖，这两个洞比竹签胖，这样子放进去之后能够自由转动，才是 OK 的哦。好，开始。好，那个组长开始剪小块。组长，请听这边，剪小块吸管，做一个洞发给他们。这一块，组长听不懂的来，请看。剪一小块，中间钻个洞给他们，光是刚刚因为时间不太够，就剪成看几个人就剪几小块，然后钻个洞，要卡上面的竹签的，那边竹签的，每个人一小块，中间放到钻洞，每人时间来不及，好了，好，剪。
剪两个，如果塞进去会紧紧的，不用讲了，一定太大太小洞，拿出来，一定要很松，松到能够自由摇动，这样子可以摇。那个啊，剪一小块一小块，每一小块都帮他们钻个洞，里面时间来得不太紧。好。要很松，不要用转的，用转的等一下会卡线。快转来转去的，这样子才算。如果卡住不动，请你拿下来再简单一点。好，因为已经有人好了。好了，现在拿下来，请。来绑线，然后贴胶带。如果只绑的话，它容易空转，所以绑了之后贴胶带，绑在泡棉。等一下，我们线要在正中央，所以泡面上去大概2公分的位置绑线。这里绑线。绑一条线，然后贴胶带。好，听不懂的请去看课本。还要用转，然后你帮我绑。来，这样子，尽量不要挡到。这里，没有。这样子，来，请他荧幕绑好了线，距离我们的泡棉大约有1.5公分左右，看得清楚吗？看荧幕，看得清楚吗？好，绑好了吗？绑好了之后，再把我们的5号套进来，然后把线抓出来。好，来，套进来之后，把我们的线，老师的香肠手不太方便操作，来，现在看特写，来，把线从洞口给抓出来，把线从洞口抓出来。好，看一幕，把线从洞口抓出来，看得出来吗？把线从洞口抓出来，就这样子，看一幕，看一幕。然后等一下，组长会发一片吸管，这一片吸管呢，直接套在上面，然后剪掉多余的竹签就 OK 了，做完了。我的吸管是透明的，给我一片不透明的。来，给我吸管，给我，谢谢。好，吸管组长帮你挖一个洞了，直接套进来。哦，太小了，再大洞一点点。吸管现在队伍要发了，小组长要发了。好，把吸管穿进来，吸管压扁那个中间的洞，塞进来，塞到距离雨伞套还有一点点距离，因为我们不希望卡住，所以需要一点点距离，大约0.5公分左右，这个距离。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找组长，不用找组长，自己点一下让江敏的这个吸管掉了，对，靠进来，上面吸管的上方点一点点热熔胶，点一点点热熔胶，像这样，以防它脱落，点热熔胶以防脱落。吸管上方点热熔胶，以防脱落。
我们还有五分钟，加油。好，你要剪掉你的竹签，请来前面排队，我帮你剪。老师带了一把休息剪。好，我们会提供它。来，这样子，看得懂吗？是很弄这个。好，那装弟弟做啊。来，线抓出来，你线那边抓出来，插进去，啊，太紧了。笑哇，你要绑这么粗，绑一下就好了，你这样子过去了，好，对对对，这样过得去了，看啊，出来出得来就好了，啊，你要贴胶带，要不然它会空转。那个绑绳子之后要贴胶带，应该不然容易空转哦，你往绑绑得再紧都有可能空转。这个你要玩，这个你要玩，好，这谁的？来，这样子，绑完我还贴个胶带，对，就拉出来，对，好，真的听不懂的，请来前面看范本，对，卡住，卡住才会脱落啊。这个点连起来是对啊，画色，不然会不可以碰到，对对，不能碰到，不能碰到。好，帮我点一下。好，回去如果忘记了看影片，麻烦那个摄影师特写这边，我操作一遍。好，回去看中央大学。假日科学广场的影片，我这边秀一遍操作方法，来再特写一下下。好，来，现在呢，现在其中一侧出来，我们把它给转动竹签，转动竹签，把它给转起来，只要转一点点就可以自动卷线了。拉一下就自动卷线，深一点点的时候再拉一下，放手，放手打完了陀螺之后，你注意看线是不是自动又卷回去了？所以第二次你完全不用再卷线，从头到尾我们只绕一次线，只绕一次线，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动卷线回去。好。自动卷线回去喽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自动卷线陀螺，应用到了我们第五节的雨伞套。好，现在请收垃圾。好，时间刚刚回到朱老师这边，来给我一分钟就好了。往里面动，不像周杰伦要两分钟哦，找一分钟就好了，一分钟，所有小朋友给我一分钟就好了。这一分钟我们要做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今天好不好玩？好，大家谢谢谁？颁奖给郑老师，刚刚小朋友都有奖，我们老师没有奖不行啊！来，要借大家的手来鼓掌。好，谢谢。